好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去一步步练习这首歌的。因为这首歌不管是它的结构或者是说当中的过门都比较复杂的关系，所以这首歌以我自己的习惯来讲话，大致分成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是先把歌曲的结构，主歌副歌前奏间奏写出来，然后各有几个小节，那当中有什么样的复杂的过门我先注记起来，之后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第二个步骤，把和弦写下来，抓和弦太麻烦的话只写根音也可以，过门的话一定要很清楚的写下来他用了哪些音，写谱的话其实不用写的太复杂，就是让自己看得懂就好。那做完这个步骤就开始跟歌练习，那又可以分成两条路。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跟得上原曲的速度，那你就跟原曲去练习，那如果不行的话就先放慢成 0.75 倍，然后再慢慢的加上去加上去。以这首歌举例子的话，它的元素是170，那我会把节拍器先调成127左右，127 128，然后比如说127跳到137，然后慢慢再加上去。那这段期间内我都不会去开元素对原曲，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去对元素的话，你的左手其实会有点跟不过来，那会造成说你每个过门都弹得很糊，肌肉记忆可能就改不过来了。那之后不管你放多快或多慢，你的手还是都弹得很糊。一步一步照着节拍器的速度慢慢往上跟到原曲的速度，这个过程其实会让你的练习变得比较有效率。那等你真的到了原曲的速度，你也觉得你弹得很干净很 OK， 你再开 YouTube 对原曲的音乐。那接下来我会把几个比较需要注意跟比较复杂的过门示范给大家看。那我接下来要示范的第一个地方是出现在第一次副歌，那副歌总共有两个循环，那第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过门是出现在这两个循环中间，那我等一下弹的话会是第一次副歌的第一个循环，那直到那个过门结束为止。那接下来要示范的话是在第一次副歌结束之后间奏的部分，间奏一样分成两个循环，那比较复杂一点的是出现在第二个循环，所以我等一下示范的话就是直接从第二次循环开始。其实下一段也就是第二次主歌的部分也蛮复杂的，那我一样放慢做个示范这样。那最后一个要放慢示范的是在最后一次副歌的第二个循环，它有两个小节比较复杂一点的过门，那我一样放慢示范给大家看。以上就是几个比较需要注意跟多加练习的过门，那希望大家练习这首歌可以练习得很顺利，谢谢大家。